来啊，来到马头的工业区。啊，这里有一条自行车道，啊，相当的美。马头工业区，农场。嘉峪关最美的自行车道，超好的车。来，前面的是统超的文化路，马超好风景。前面还有一段蛮长的路，工业区。这里有一个水泥处理厂，然后这个是化工厂。策马桥，飞策马桥，飞椅。